我本来啊，是在见我爸的愿望，但是如果去家里吃饭，我对人爱答不理的。我不就是想，在我赢的那一天，我能够站在他的面前，我堂堂正正的跟他说。 我比你能干吗？我赢一局，哥，你要赢的那个人不在，我赢什么？我赢这个有意义吗？我姐说的对，我爸就是被我气死的。高进。 被我气死了！别他妈动我！安静，高进。